大家好，我是小广，我现在是在天津市东丽区的大毕庄，这里有一座泰山行宫，我现在也是正在找寻的途中。这边也都是一堆的土道，两边也是有很多的这个大土堆，这边也已经成为了一片废墟了。这边通往这泰山行宫前的大门是关闭了，但是在这个旁边有一个小口，我们从这里进去。现在啊，远处我们也能看到有2杆大旗杆，旗杆上呢还有2个迎风飘扬的那个帆，是比较明显的。基本上，如果来这个地方想去找泰山行宫，除了导航，就是这2杆大旗杆特别的引人注意了。在远处啊，也可以看到这2杆大旗杆。现在这两边也是杂草丛生啊，以前这边啊是个村子，但是现在啊应该都给拆了，基本上这就成了一片废墟了。现在在这片废墟当中，也就这一个泰山行宫，我们还能看到。现在我们眼前看到的就是泰山行宫。其实要说在天津有一座泰山行宫，这是让我没有想到的。这就是泰山行宫前的2个大旗杆。一般在这个宫殿、寺庙等等的大门前，都有一对石狮子分立在大门的左右两侧。这是泰山行宫门前曾经的模样。而现在我们看这座行宫门前那一对石狮子不见了。其实现在这对石狮子被放在了这座行宫的侧边，给大家看一下。看，就在这一块儿，我估计这一对石狮子也没有想到他们俩会有机会挨得这么近。至于这俩为什么会被搁到这里？我猜测，可能当时啊是这附近的村子啊拆迁，这两对石狮估计放在这个行宫的门口有些碍事儿，所以就给他们挪到这里来了。当然，具体原因是什么我就不太清楚了，只是我的猜测而已。现在我们看这座泰山行宫，它现在也是天津市的文物保护单位。这块牌子相对于来说立得更早，写着1993年5月所立，是这个东丽区的文保单位。这个角度啊，给大家看看这整座的泰山行宫啊，相对来说规模不是特别的大。关于这座泰山行宫的来历，有一种说法比较响亮，说曾经它是这个明成祖，也就是这个燕王朱棣所建。因为什么建呢？他呀有一位宠妃，当时啊他面见这个朱棣，就说自己呀许久未见这佳人了，非常想家。朱棣一听，他就说，那我就为爱妃在家乡建一座泰山行宫，方便你这个皇宫和家乡啊来回两头跑，也可以一解你的思乡之情。这娘娘一听皇上这话呀，那是非常的开心啊，喜笑颜开，连连的谢恩。这种说法也是为这座泰山行宫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但这个说法呢，其实并不真实。首先，咱可以看到泰山行宫的这个屋顶。如果是这种皇家行宫，一般屋顶啊会用黄色琉璃瓦，就算是这种王爷、娘娘级别的，那也应该是绿色琉璃瓦。而这座泰山行宫使用的只是灰色的泥瓦，这显然从这个建筑的角度上来讲，那是绝对不符合皇家行宫的这么个配置。并且在正史中记载，这座泰山行宫是建于明末，而在朱棣在位的时候，那是明朝早期的事儿了，时间啊，这也对不上了，基本上啊，这个说法就给 pass 掉了。而更让人信服的一个说法，说当时啊水患比较严重，村民们就自发的准备集资为碧霞元君修建一座祈福的庙宇。碧霞元君也就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女神，有这个庇佑众生的成就。这个说法也是让人非常信服的一个说法了。现在我们看这座行宫的现状还是比较的凄凉，周围啊基本上是成了一片废墟了。这个特别远处，我们也能看到有一排的这种高层的居民楼是正在建设当中啊。而泰山行宫周围这片地方，估计以后也会进行大规模的建设和修缮。到那个时候，这座泰山行宫的周围现状就不会是如今的这幅模样了。好了，这期泰山行宫的视频就给大家讲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与关注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